柏豪带亚洲第一美女 Kara 冧住游香港。亚洲第一美女韩星 Kara 日前就同周柏豪为韩国娱乐电视频道 TVN 拍摄头炮单元《都市物游香港》篇。柏豪啊，咁你又会唔会介绍啲特别嘅地方俾 Kara 呢？会啊，都 plan 咗好几个地方嘅，咁啊有一啲我自己都未去过嘅，系啊，有一啲都几浪漫嘅，我自己都觉得几浪漫同埋几豪华嘅一啲嘅地方啦。咁啊呢两日就会不断咁样拍摄咯，带佢去一啲佢未去过地方，我又自己有啲地方未去过，咁啊借住今次咁嘅机会可以大家都玩下。例如咧船啊，系啊，咁啊同埋会。搭直升機啊，要環遊即係香港咁樣，我自己都未坐過。嚟緊柏豪，你又有冇機會同 Kara 合作下咁咧？會啊，都有傾過喺音樂上面有合作嘅。因為佢自己都有寫歌啊，各方面嘅嘢，大家都有一啲創作啊。咁佢有時會做音樂，咁希望都可以有音樂上面合作。即係例如一齊合唱。係啊，或者幫佢寫，幫佢做啊。有冇 plan 住用呢個機會咁發展？呢個睇機會啦，因為做好咗自己本分先。